在那寂静的年三十晚上，我的战友却倒在了路旁，撇下了父母和妻儿，一个人走在冰冷的路上。究竟是什么样的过往，竟能让人如此的疯狂？年夜饭竟然把你盼望，不曾想一瞬间祸从天降。我在为你把平安守望，你却让我这样心伤。如果时光真能够